violation of sportsmanship and will be punished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欢迎来到中国河北秦皇岛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的比赛现场。Welcome to China, 河北秦皇岛 Bank of 秦皇岛 and Joy Cup, the 11th World Heyball Masters Grand Finals.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四阶段败部第六轮55-56场的比赛。Next up is the sixth stage of the fourth stage loser's bracket.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The following ar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session. TV 二号台裁判员张星星，记录裁判员何秀红、魏思。TV 2 referee 张星星 record referee 何秀红、魏思。运动员中国选手楚秉杰楚秉杰 China 中国选手周龙周龙 China TV 一号台裁判员李亚帆记录裁判员龙飞卢冰霞 TV 1 referee 李亚帆 record referee 龙飞卢冰霞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莫景浩 Malaysia 中国选手吴振宇吴振宇 China 现在比赛开始 Now let's start the matches 莫景浩你好吴振宇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吴振宇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中国河北秦皇岛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清勇那么这个时间段的比赛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莫景浩对阵国内球员吴振宇这是败部的第六轮限时190分钟抢时七局这场比赛输掉的球员将会被淘汰掉。比赛开始，第一局吴振宇开球。好，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局，吴振宇。开球时机四号球没有过线仅仅过线三颗开球时机稍等马来西亚球员莫景浩选择了继续进攻继续击打右上方打进来看这个位置
走的稍稍有点少啊，再往下一点的话，这个四号球的左上角也是可以进攻的，但现在呢角度会有点大。中带在过渡，稍稍有点犹豫啊，关于这个中带位置跟上方的四。好，看看这个白球，继续中带还有六号球呢，没有挡住全部的带口。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黑八的右下角怎么样。右下角有下的话，可以先把下方的五号球跟黄一打进，然后用六来去叫黑八的右下角。稍稍带一点点中杆发力，然后看角度。白球位置不是很满意，那么看准度啊，这杆球。第一局，莫景浩胜，比分1-0。谢谢。今天全天呢，我们将给大家奉献的是三场比赛，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场比赛在13:30，还有我们傍晚的18:00，分别是下午的胜部决赛和傍晚的败部第七轮。第二局，莫景浩开球。再进，过线没有问题。来看一下莫景浩。不超发打进，看白球位，右中，轻推下来，二号、十号之间，左下方两颗，来看这个位置，三那里
有机会可以 EK。 嗯，中带有还可以打，但是白球位置呢会稍稍有点不好出杆，而且向下太多。二号再调一杆，看黄衣继续轻推弹起，然后左边中带八号右下，中带没有打进，下方十一，右边可以走两库上来。我来看一下角度，左边要中带，这里边还是一个左上方的半贴库的难度啊。然后右边呢有中带前接，关键就是要准度打进。看这个二球，看准度啊，有把握的话带一些力量，然后用一些低杆横向的左向右弹起，右边有中带。继续，十四号。看一下力量怎么样，左上再来，角度合适呢就高杆直接从顶库下来，然后十号的右下角，看一下角度，向右边有多少
向右边角度有的话，正常用中低杆横向的往右边蹬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反向的八号。第二局，吴振宇胜，比分1-1。谢谢。第三局，吴振宇开球。开球失计。吴振宇开球失计2次，再有1次判负1局。开球失计。请稍等。继续计档。右前方打进单色，来看一下这个角度，顺势呢把六往上带一带，我再看一下白球的位置，到这儿黄一可以打，看方向角度向下，高杆底库直接上去啊。这杆球来看一下，黄一向上的时候呢，右边要不要先把这个中带先打一颗，这里呢有一点点挡六，只能打右边了。好，再来看这个位置。中带再2库下来，好，左上方稍稍带一点中低杆啊，来边库弹起，第三局莫景浩胜，比分2-1。谢谢。小麦皮头轻松上手。
第四局，莫景浩开球。这杆开球没少进。两边中带，上方底带。好，来看这个位置。左中十四，红三啊，局面非常好。好的，打进。再来看这个位置，中带比较直啊，上方有一颗黄一。从这个画面上来看，上方球是没必要留的，因为黑八在下方掷球点附近，所以说下方的右中跟下方的两侧底带四六，足够去过渡这个八号球，没有问题。好，中带。然后上方黄一。带一些低杆右塞，走一个边库，然后钻一个两球缝隙下来，直接奔着七四啊这样的一个对角叫就好了。好的，中带有，然后打进七，这边呢再打一个过渡。八号球下方的两侧底带有下，好，来看这个方向，左手或者是加杆，有角度，高杆自然弹起。太轻了，有这球轻的还不是一星半点，轻了很多。不去考虑去撞十四的话，就正常下一些左塞高杆啊，让过十四号球，在十四的上方靠右一点点，打一个大角度的八号。这球本身有点薄，不用一些反塞去减速，白球容易离得太远，要不然就是绕库。对，第三局莫景浩胜，比分3-1，开球清台。谢谢。第五局，吴镇宇开球。
吴振宇开球失击三次，判负一局。第五局，莫景浩胜，比分4-1。谢谢。累计三次的开球失击，判负一局啊！我们是每累计三次的开球失击啊，然后判负一局。那后面来看看吴振宇啊，要不要改变一下冲球的方式？比如说把力量用得再大一些。第六局，莫景浩开球。好，来看莫景浩开球。开球时机。两球，三球啊，没有球进，开球时机。那吴振宇，左中花色，右边的话有一颗二号，还有一颗六。请稍等。继续击打。好，打进。来看这个方向，左下直接有底带。哎，再来看看右边。准度上差了一点点，没打进。莫景浩，单色整盘里边还是红三的难点。对，看好角度，是不是要用右边中带的六向上找一个机会去带一下？首先打二需要走一个两库。这两库里边，如果你把右三用的合适啊，高杆合适，甚至有机会可以去带一下红三。带不到的话，左中还可以再打，然后呢六再来 K。好，来看看这个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稍微的有点不太好调，因为这个五号呢有一些向上啊，四号呢向下角度有点大，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定住停在那里的。一个位置，再过渡，下方黄一跟七之间可以打一个过渡，啊，七号球下方底带有，莫景浩这边也在看，是不是打黄一直接叫一杆六向上。好，看白球位，
蹭包边有效果。蹭这一下之后呢，来看看是不是刚刚好可以推 K 啊？还是有点角度大，不够直，应该再往上一些。对，角度还是有点大，不够直。再量量左边，那这里打七，自然顶八，不要顶到库边。十秒。下耳低杆轻轻 K， 有点犹豫。好，来看这个啊，左中带低杆右塞，杆法低右塞就不要太大，杆法不要太低右塞可以强一点。好 K 到，这里不太合适，看看左边能不能先把左边打了，然后留一个红三向上的话，顶八就六，就是打左边，白球从上方下来。不然这里边先打三，然后再打左边，再叫六，这个冲单还不是特别好处理。这个六号左边的八号呢，还是有影响的。好，来看这个薄，然后上方两库，右边下方有没有机会可以轻轻带一下。直接叫，这球很难调。好，解球。球杆碰球了，收杆收的稍稍有点慢。自由球。那自由呢？可以首先摆一杆 K 边库十一的角度，比如摆十二，然后呢右边有九，左边摆十五，向下一样。好的，到袋口这边来看看右边，可以把九打进，十二穿十一，直接打。好，下半台三颗球，留一颗向上，把十四的右边中带叫到。好，到这个位置呢可以打十，低杆往回退一点点，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好，再来
第六局，吴振宇胜，比分2-4。谢谢。互益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互益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第七局，吴振宇开球。看一下选球，右上岩石一杆准度，自然高杆下来，有中弹衔接，好，左边九号，右边14，这里黑八下方这颗，对，带口。直接8-9打进，14打进。那这里边来看看，下来之后啊，是不是要先调一个15号左边这颗？哎，然后呢，用10跟黑八下方这颗做过渡，下方两个把带口挡住的花色打进之后呢？8号球下方的花色底带就可以正常的交位了。好，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左边是可以直接进攻的，来看中带有下，稍稍带一点点中低杆啊，没问题，再来继续带低杆，直接往上走，左下角第七局，吴振宇胜，比分3-4，开始清盘。
第八局，莫景浩开球。有球进袋，果线没有问题。右边单色，中袋有打，看角度。二号过来再看一眼，中袋不好打，可以叫上方的底袋。然后右下方三颗六七一可以交替的去进攻。好，来看这个位置，刚才也是看了半天这个二号的左中啊，有就叫位，没有的话调底带没关系。好，来看这个位置，下方六，好，带一点点优菜高杆，轻推弹起，轻蹭到，看左边，中带，蹭了这一下之后呢，这个中带角度会稍微有点大，并不是一个直接高杆上去可以叫二号的角度。好，再调下低杆横台啊，要发力。左上不好打，再叫，再过渡。下方呢，继续用低杆往左上方叫，留一个二号有一些向右边的角度，继续用低杆可以下来，八号调左边。可以啊，低杆右下方，黑八左下角。这杆球杆法要稍微低一些。第七局莫景浩，第八局莫景浩胜，比分5-3。开球清台，谢谢。
第9局，吴镇宇开球。 中带，擦球，你们在这个描球的一瞬间呢，看到这个白球上有些翘粉印儿。右下方没有直接打，二号球这边有点挡，中带这边再调一杆，11。 正常中高杆顶库直接下来就好了，这个球也不需要加什么旋转，看力量怎么样，稍稍的有些轻啊，这杆力量。 带点底杆左边下来，轻蹭到花色，啊，这不是本意啊，但是应该还有缝隙里边左下方底带还有，而且蹭完这一下，顶下来那颗球在6号跟9号的缝隙里右下角，对，这时候就要看他的想法了，你叫上去这颗下来是不是要顶2号？ 还是要往右边走，叫小面儿啊。这九号球两边底带都有，只是上方有一些障碍球。再调，继续，再高杆横向过来，上方保9，右下角。这杆球杆法要低一些，右塞强一些。左下方走2角，把白球叫到右边打左边的中带。 第9局，吴镇宇胜，比分4-5，开球清牌，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1局。 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
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您，请听您，服务您。我们是秦皇岛银行。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3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3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园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开启技术风模式，开启暴力风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镇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红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红。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莫景浩开球。开球失机，莫景浩开球失机两次，再有一次判负一局。请稍等。继续接打，稍稍的去计划一下下一个二球的一个位置，整盘的一个进攻的次序。前方底带有，出杆位置要稍稍谨慎一点。好，横向，刚好是高杆可以弹起的一个位置，避开十号球。然后把上方两颗交到。冲了一下，左上方还有进攻，高杆上去用二下来，中带这边交回八，发力，高杆，两库，还是有些过头这个力量。有薄啊。中带是有薄的，比较强的一个左塞，
打薄了。直接啊，十号，哎，推一些左塞高杆啊，可以先把右边边扣的九号交到，然后呢，再用十一向上。哟，这杆法太低了。那么到这儿来看一眼，不太好进攻，要不要防一杆？就打这个九号，轻打薄边，带一些低杆碰库边，做斯诺克。看解球啊，直接顶库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把黑八解进左下角。看这个位置啊，首先有一个十一号球的右边中带是可以直接进攻的啊，左上方是一杆传球，还是先防一杆，没挡住。再防一杆，继续来看一下解球，犯规。自由球。中带有。边好，左中啊，杆法稍低一点点，右边一横，看这个位置是不是直接向上，向上还可以再调，不然中带这边就再过渡一下。
有点轻，左塞高杆可以绕库啊，绕三库，然后去叫中袋的十四跟下方的九。好，来看这个角度，停不住的话可以叫中袋，比如说推到右下方叫左边。一点点向上啊，中杆往上蹬一点点。第十局，莫景浩胜，比分6-4。谢谢。第十一局，吴振宇开球。看开球。开球时机。再次的开球时机，请稍等。继续击打。直接啊，下方有单色红三，然后看看这个上方中带的一个角度衔接。就在三号这个位置直接打，那上方的七可以打中带。10秒。好，低杆轻蹭，不好。那也就是四号球的左下角。来看这个中带身材球，好，强薄一杆二号可以到，这杆有效果。
弹起，看这个方向啊，中带影，往下方六和七号的一个过渡。角度，哎，高杆过来，中带，这杆球继续呢，从下方可以绕三库出来，右塞稍稍多一点，我看想法要减速，直接左塞低杆一库弹起，好，左边第十一局，莫景浩胜，比分7-4。谢谢。第十二局，莫景浩开球。莫景浩开球失击三次，判负一局。第十二局，吴振宇胜，比分5-7。谢谢。莫景浩也是三次的开球失机，判负一局，双方目前已经是各有一次了。第十三局，吴振宇开球。啊，中带有球进，啊，右上方带口，左边还有一颗。单色位置不错，画面下方的四号右边、六号左边，都是可以后面较位进攻。正常的高倒梯啊，首先是带口，好弹起，看角度，往左边稍稍。推一点点啊，再来看右边二号的一个中带情况，中带不好打呢，可以瞧其他的带口，比如说上方的底带啊，也没问题。
好，再回来。这个位置不算特别好啊。二号有打，但是角度是向上的。左前方打进高杆，可以稍稍的带一些左塞啊，这样的话防止十四号形成一个斯诺克走向上，自然往右边走多一些，没问题，角度合适，高杆过来横向左向右的一个七号中带。下立杆位，下耳低杆，第十三局吴振宇胜，比分6-7，台球清台。第十四局，莫景浩开球。白球有球进，但是这盘白球有点靠下方。我们来看一下选球，首先是花色，再来看单色，二号离得有点近，反角花色十号有难度，需要一杆准度，10秒。后了，这样的话，吴振宇。花色主要还是二号的左上方这颗啊，一个带口的问题。要定颜色，左边可以先传一杆啊，然后停带口，再用右边的11去调这个二号上方的花球。
定一下。好的，十三号球底带可以直接进攻了，这样的话局面已经打开。哎，看这杆传进，然后来看这个位置，传完之后呢，左边这个球离袋口边扣的位置有点近，这种球要向上的话也得叫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十三啊，高杆自然弹起。好，来看白球，这时候再看九反向的底带，有的话直接十二这边一个定杆就好了。右下直接打右上九号，然后中带这边再下来。擦球，这位置不好。中带再薄，轻轻带一点点的右塞的中低杆。好，稍稍有点够啊，直接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后点打进的话，白球要控制一下，不要吸库。第十四局，吴振宇胜，比分7-7，谢谢。第十五局，吴振宇开球。开球失计，吴振宇开球失计两次，再有一次判负一局。吴振宇呢是五次的开球失机了，那再有一次呢将会再被判负一局啊，每累计三次的开球失机。请稍等。
判负一局。继续击打。马来西亚球员的莫景浩选了继续进攻啊，上方的三号，稍微打厚一点，带低杆下来。好，我来看看下方的中带。打进，来看一下反向的这个六号，啊，这个球有角度的话，向左边可以直接调一黄一，啊，这盘里边最难的一颗。中带继续。看这个叫的黄衣的话需要一杆准度，四钻缝隙上去，下方左边再走两库，离太近了，这个球一发力就特别容易 K 到。因为前面没有提前的处理黄衣啊，所以说这个难度球还是留在了后边，这样增加了很多的进攻难度，包括右边这个五号，你看着简单，但是他进攻的左边区域有一个十四挡了很大一片面积。十秒。一杆发力低杆没什么效果，我们来看一下，轻轻碰到上去，看位置，啊，首先十一左下是可以直接进攻的。球队位置轻轻一 K， 白球现在呢最左边这个带口球感觉还是有点挡，再包进再 K， 这杆来看看十二号这里有没有想法两库勾一下五跟十四这个位置，下一些右赛的高杆，把这个五跟十四这里呢给它 K 开，然后再看一下 K 球的效果。
10秒。延时。防守。带口球呢破坏一杆，吴振宇呢这颗花球呢右上方是进带了，我们来看这杆。没有一个特别好进攻的机会。下方与黄一临近的这颗花色呢后面还需要去 K。这球也不着急打。十秒。啊，都防守。停带口，来看看右边花色，吴振宇的想法。花色，稍稍打厚一点点，带点低杆，八号缝隙下方，轻轻弹起。来看这个左边挡了多少，对，看边库的位置解球，这杆球有机会可以解右边的带口。你再看啊，一旦是中带这边解正解进，反向黑八底带还有打。解到一个薄球，反做了一杆，但这个黄一呢是在右边的边库附近，后面不好进攻。郭景浩，黄一帮进上方带口球，然后呢低杆右塞两库，还是往黑八的下方做防守，这是一个最佳效果。上网球至于说是破坏掉还是帮进，要看看你这厚薄。哎，这是打薄，然后白球就没办法两库角度变大，但运气还好，就是 K 到那颗左上方又进了。那看吴振宇最好效果呢，就是拿九把黄一帮进。帮进之后呢，来看左上方是不是直接要用花色再做一杆黑八。
没挡住，又薄，就剩一颗八号了。这个时候来看看要不要去拼一杆，吴振宇右上方一颗半铁库的带口球，下方花色的中带有，那这球可以发力的走两库，太轻了。那么右下角直接底带，看直度，再走。还有薄，第十五局，吴振宇胜，比分8-7。谢谢。秦皇岛银行，一家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有底蕴、有温度的银行。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首席冠名合作单位，唯一指定金融机构秦皇岛银行。第十六局，莫景浩开球。开球没有进，吴振宇中带有六号，好的。左下来看一眼这个位置，有球，直接7-3-1，上方还有一颗四号，
来看这个角度。红三角度会有一点大。来看五。好，过来。看白球位。中带有低杆向上，继续黄一还是可以调中带角度，再带一点点中低杆，直接往左下方蹬一点点。好的，四交道，看这个角度啊，够直低杆点住，留自然吃底库向上的一个位置，然后正常高杆往上一叫，八号呢右边中带，这个角度可以叫的稍微大一点，后面打起来更省力。第十六局，吴振宇胜，比分9-7。第十七局，吴振宇开球。因为前面吴振宇再次累计了两次的开球时机啊，所以大力的去开球，避免因为开球这个环节呢出现问题送分。那这样的话，中带铁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莫景浩，右中。轻轻蹭到，再来看六，有下有角度，轻轻一顶，或者低杆横过来，啊，再打四向上，对，瞄一个角度，看看五号那个位置有没有 K 球的想法。角度已有，
朝代的低杆 K 到，看看位置还行啊，这个 K 出来这颗左上方可以打，十秒，延时。对，先看看这颗球的右上，红三没有挡，可以打，没问题。有挡的话需要再调，三号跟中间的这颗单色呢再过渡。哎，直接低杆啊，钻缝隙，右边弹起。手加加高啊，离杆尾带一些低杆下来，继续调中带。好，来看角度，不是一个直球啊，不是一个直球就不可能直接先横向的往左边推，还需要再来去过渡啊，再交位。下方高杆底库，然后呢向上，哎，这一 K 之后看看十号右边这个带口，嗯，还是挡了一部分。看能不能两脚翻左边中带，左中，顶库，然后呢带一些左侧的旋转啊，解黑八，看看左中有没有机会可以解进。犯规，犯规。那么右边中带的这两颗呢可以先摆一颗，摆一颗上边的十四，打十四可以直接往上走，把上方的这个顶库那颗呢提前做一个处理，解开难点。
解开一颗啊，那这样的话左下方变成一个十一向上。稍带点低杆边库弹起，看看底带角度没问题啊，可以往左上方走。中杆发力蹬过来，继续还是右上角，稍稍的带一点点中低杆，直顶空弹起，上网球继续留角度，低杆准度啊，再来正常的中低杆，还是车顶空往下叫，第十七局吴振宇胜，比分10-7。谢谢。第十八局，莫景浩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稍等。吴振宇继续打，继续击打。再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进攻的次序，
十秒。延时。左中，哎，看一下这个位置啊，三八缝隙里十号。没问题。再来看这个位置，反向有中带，然后十四号呢可以向下，下方的九号跟十一之间呢可以做一个交替的进攻，左下角。杆准度十四号，然后九十一，这里边看十一号角度调黑八，黑八上方的中带有下。好，轻轻推弹起。还能接受啊，这个位置可以出杆。直接立杆尾低杆了啊。第十八局，吴振宇胜，比分十一比七。官方暂停十分钟，十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沪意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沪意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小麦皮头轻松上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沪意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沪意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时候，看见和看见不一样。外界的维度，取决于内心的态度。面对前路的未知，我看到的是未来期许的付出与坚持。面对攀爬的曲线，我看见的是厚积薄发的实力与磨练。面对灿烂的笑脸，我看见的是由心而生的温暖与牵绊。当我付出时间只为了一小步，当我不断重复只为了不让步，即便风雨兼程只收获些许青睐，我却更懂了用心的重要。它是逆势里砥砺拼搏的不屈意志，是喧嚣中沉着自信的笃定从容。时代竞进，步履不停，我们都在为成就美好的未来努力追求。我是为你解围的那双手，也是与你并肩眺望的那双眼。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九局，吴镇宇开球。稍等一下，失机了吗？稍等一下。停下时间，停时间。对。加杆。左上方打进，下方中带角度有点大，
看白球啊。带些低杆，右边过来，再钻一个三七缝隙底库弹起。减速打进来看这个位置怎么样。十四这里呢横向有一个 K 球。然后下方呢还有一个传球。传 K 到之后呢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这里边再看一下下方传过去那颗，右边红三没有挡，正常交位可以进攻。十四，白球要往下走一些。好，看这个角度。右边边库没问题啊，高杆。上库弹起，中带这边较直。这角度会稍微有点大，看看想法能不能低杆尽量的把这个角度呢较正一些。确实不好直接停了，那这样的话弹库下来左下较倒，正常中杆打进八号右中。第十九局，莫景浩胜，比分8-11。谢谢。第二十局，莫景浩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左上还是带口，打薄一点，白球下来。有一些贴单色，斜向角度下方来看看九，
来看吴镇宇。好，左前方直接打底带。上方这杆球来看看库边啊，有想法就再打进，对，也再瞄一瞄下方的这个带口附近的黄衣。轻了，来看左下十一。保进右边轻 K， 要看一下这个雷缝隙之间的这个距离啊，感觉上并没有说出来特别多。再看角度，瞄这个借力啊，借稍微厚一些，然后带一点低杆，摆出减速，看效果。右边地带。这杆球呢要带一些左塞高杆啊，最好是从下方底库往右边上方走。有，看白球，中带走过，需要底带再调。好，轻打，中带有。带点低杆，右上方稍微蹬一点点，第二十局目前好胜，比分9-11。
第21局，吴镇宇开球。犯规。继续的，佳丽开球，白球左边中带吊带，莫锦浩先后自由。先后自由球。好，来看一下选球啊，中带这边没有好进攻的花色，因为这盘球里我们来看右上方的有一颗四号的半贴库，上方带口呢被花球挡住了，整体来看的话花色还是可以的，可以考虑进攻。好，选单色还是花色，右下花球啊，直接带低杆，右边可以继续叫十，没打进。这杆球感觉上整体出杆的一个运杆到最后打有一点点快，这不是我们前面看到莫景浩的一个节奏。来看一下吴镇宇，直接啊，花色，14，上方传带口球，10秒，延时。好，传进，没有问题啊，上方可以继续打，然后看看这个角度。再调下方的花球，这里面中间啊两颗贴的比较近的花色呢，这个带口问题要稍稍的仔细一点。带低杆，角度向下。继续啊，推一些右塞高杆走两库，左边中带下方，看位置11，然后再来看中带缝隙里边，与十号球相贴的那颗右中。再确认位置，需要往下走一点点，还不能完全的停在11的后方啊，要往下再走一点点。10秒，5、4、3。那么来看这个位置，没问题啊，反向底带，右边中带。再确认一下八号球左中的一个近带情况。
第二十一局，吴振宇胜，比分12-9。谢谢。第22局，莫锦浩开球。看右上方，过线进球，一球可以盯两球次。这盘的花色还是不错的，中带有12号球。好，打击下来看这个位置啊，11右边可以打带低杆往上走一走，左下方再打，好，左下，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想把 K8 的问题要提前做一些处理了，我 K38 这个位置还是不 K 啊，想得清楚一些。白球过来，有这杆应该是10号的左上，应该也差不多啊，左边9号有，中带有，上方10有，选择很多。随手了啊，这杆出杆稍的有点随手。哎，他的本意就是推出来九号自然底带一打，然后呢14向上，10号中带，这边黑八我不动呢，下方可以选个带口。强行的来看14的右中借包边，目前双方是12-9，吴振宇领先3分。这个阶段的比赛呢，这场 TV 台是败部的第6轮，输掉的球员将会被淘汰，并且呢我们这场比赛是抢17的比赛。10秒，延时，要不要直接一步到位？3，右上角，下一球低杆 K 二号。打进 K 到，左下方有4，上方这个黄衣呢，是非常考验心态跟准度的，因为这个球呢。你要过关再打7，不进的话下方对手的两个花色。好，还是4号，正常的用一些中杆轻推弹起，6向上，2这边还可以有想法，稍稍力量有点大，
过来先看能不能借力，然后再想我要不要 K。 好，白球过来一顶犯规吊带，这样的话莫景浩机会。自由球，自由球，觉得九不好打，可以先白九。白球上方叫一个双位，上方打时呢就是右中再下来，局面是已经形成了，关键是看你这个次序。十秒延时，中带轻推弹起，再来看够直往左边推，八号右中，第二十二局穆景浩胜，比分10-12。双方整体在今天的比赛里边打到现在22局啊，互相有一个比分交替。在第一阶段呢，穆景浩还好一些，打到一些5-3、6-4。但是打到后面那个阶段呢，就双方有一些僵持了，比如打到7-8，甚至于说，后面到落后2分、落后3分。这里边有一些较位上的问题啊，看看后面还有局数啊。能不能够把这个状态再调整一下？第23局，吴镇宇开球。吴镇宇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的一个开球环节，尤其前面已经送过这个开球时机，送分数啊。莫景浩也是。大力炸。左上方过线进球啊，一球可以盯2-4，但是白球有点在下方的底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左边没什么好打的，右边有球堆啊，有没有传球？袋口这里有个14。11不好传，但是5-6之间有个缝隙。下方花色，借力进，借力之后呢，来看啊，左中，白球可以往上走。上方调一个中带，14下来有一 K， 把11这里，或者下方底带这里再调。11这个点位是肯定要 K 的，而10号这个位置呢，还是后面可以正常交位。10秒。延时，这边也在瞄一瞄，
八号球右边的花色啊，打左边中带的时候呢，向上的一个 K 球的位置。十秒。五。白球。十号。右上角。瞄瞄这位置。不能往上太多，太多的话五号挡。需要立点杆尾下低杆横台往左边走，对，手架小心，然后就看这个五号轻轻打有下，晃一点点带脚，然后看下方能不能再 K 一下这个六跟十一，好 K 开，再来看左下方这缝隙中间和下方的十二号红三这个带口有下。没问题，哎，打下方的花色十二号，好，立杆尾下一点低杆横向右边，然后打左中向上叫十一，再下来十秒，弹起还可以，正常，一点点的中低杆啊，右上方一横，叫十一，下方底带，力量不要太大，再看看黑八。中带是开放位，叫中带白球往下就要走多一些，而且还有点角度，中高杆往下一蹬，十三局吴振宇胜，比分十三比十，开球清牌，谢谢。第二十四局，莫景浩开球。
看左上过线进球，非常及时，一球盯两球次。那么看选球，横向的右边有一颗六号，右中这里是不太好打的啊，两颗单色挡了一个带孔的花色，这六还稍稍有点直。打带防啊，看吴振宇十四，哎，这位置能看到多少进攻的位置？直接下方十号地带，非常稳定的出杆。那么顶到二之后呢，看看左边还有打，下地杆二号一顶，好的，十一有了。那么这里边还要看一下红三上方的这个九，三五之间缝隙的下方向上打是可以交位的。左下十二号，正常推高杆的话可能角度还不太好修正啊，可以带一点点右塞，在这个八号的左边去打上方的九号球。你要是往右边叫的话，就需要叫到一个五八缝隙，所以这个球在旋转和高低杆上的一个想法要很确认。八号左边，八号右边，十秒，因为你叫到八号的左边是一个自然可以下中低杆横向叫右边十四这样的一个位置。换了，换到这边的话就需要左向右再避开红三。来看这个位置，打进左上，避开上方的四颗单色，好了，三打进，
来看这个点位啊，四号其实这个位置也不用去一定要叫到中带啊，上方底带是可以直接叫的，尤其这个案就可以调啊。好，前过渡，那么下方来看这里，二号黄衣之间打一个右和左的一个交替，然后呢中带的六啊，这个六号球呢就可以去解决四号的一个问题。还是黄一推弹起，看白球稍稍的用下加杆啊，争取可以把六号球这个位置呢较近较直，一个左向右的一个进攻位置。可以，那这时候呢你这个四号球先来看六的方向，比如说我叫底带点住，我叫左中推上去啊，两个点都是可以的。这球还需要再调，在高杆顶库往右边缝隙里边啊，叫小面儿。选带口。底带还有薄，左中24局，穆景浩胜，比分11-13。谢谢。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第25局，吴镇宇开球。还是大力开球啊，国线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球进啊。再来看一下莫景浩，右下角啊这个位置、啊、稍微有点麻烦，先来看一下选颜色，红三
没强求。这个时候呢，左中，然后上方六，下来，变成下方黑八，下方的两颗单色的右边底带的这样的一个过渡进攻，轻推。好，直接低杆下来。在这里边，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半台啊，黄一的右下角应该是没挡住的啊，这个九号球没挡住，后面可以正常交位。好，先来看这杆，右边的带口。二号有，四号有。中带这里呢，因为白球有点贴库边，不好下杆法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是底带。二号叫到，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进之后呢，上方有中带，哟，这个力量，来看这个八号球有没有挡住一点点包边的进攻位置，感觉上有点轻，还能打，啊，这个球，这个力量，好，中带，然后下方黄一。黄一跟黑八之间呢，叫右中是没问题的。对，再来个轻推弹起。对，小心身下马甲，不要碰球。还要绕，看右赛怎么样。力量可以，对，还是小心身下。第二十五局，莫景浩胜，比分12-13。谢谢。第26局，莫景浩开球。来看一下开球。莫景浩这杆开球也是没有球进。吴振宇上手，左下方11。右上方有单色。这里边我们先来看一下带口，二号中带，有一点点挡花色。右下方黄一挡了一个花色。左边
中带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三四。十秒。延时。好，来看这根十一号球，要不要直接就上手来一个右边两库一 K？ K 到有效果。再看看中带这里。轻轻晃带脚进，顺势呢左上这颗就可以打了，十四号球。这个时候的花色基本上局面已经全部解开了，正常把上方的打进之后呢，去叫下方的四颗。量一量九号的一个进攻的位置。高杆发力顶不下来，看白球十二没问题啊。再来看看白球线右边这颗花色，对，再确认一下九号的进攻位置。中低杆发力的横向蹬出来，看看这个角度，左边底带没问题啊，可以进攻。对，再确认一下九号，因为这个下方啊有单侧球，所以说九号这个角度是要尽量避开对方的单侧去交位的。高杆推两库，九号十号同样是左下角。好，直接低杆了，看看左塞怎么样，稍稍力量上轻了一些。那这个球呢，因为它要起一个大力的低杆弧线，然后左塞上库的效果。再调，第二十六局吴镇宇胜，比分十四比十二。谢谢。
第27局，吴振宇开球。好，来看一下第三阶段暂停之前的最后一局。我们是每9局一个暂停。左中进了，看白球啊，中间靠左下方一点点，右边有一些小球堆。那么选单色，右边有一颗边库的黄衣花色，右下方呢也是有4颗球，离库边比较近。但这里我们来看啊，这个黄衣它的右下角底带并没有被实操挡住。那就先看一下选颜色，花色很好选，黑八右边一颗，12号球，10秒，延时。然后再看看斜向的角度，中带这边、底带这边啊，有没有一个 K 球的想法？K 出一颗，效果不理想。10秒。好，看看10左上角。打在防啊。我来看一下吴振宇，下方还是尽量要提前把这个两颗斜向的对着底带的这两颗解开，14、11。解开，等机会。再来看一下莫景浩，黄衣难题啊，上方2号带口和最上方的库边4号，这3个点位是目前比较难的。主要就是空白球，不要给吴振宇留一些很好的进攻较位的机会。10秒。好，拼了一杆翻带。那么看这个位置红三怎么样，有打的话向上轻轻推，可以叫27左边的小面进攻，让白球尽量往上方的库边的位置走。2号还可以，有角度向下呢，可以推顶7。这样的话，就把2号跟右边边库这个球，这个两个难点都解决了。后面再看上方的这个半截库的4号。好的，交到。这个位置呢稍稍有一点点够啊，向上呢叫4，
继续不要叫直，叫出角度。直了，这种球就是只能是向前向后了。下方这个武器位置还很像，只是一个两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打中带呢都会难度有点大。这杆不强求，你就正常下一点低杆点住，然后打七左中推下来叫五右上。但看莫景浩要发力了，低杆带脚犯规，想法非常好啊！像这种带脚的两库交位自由球，有些时候除了你打得准之外，你还要看一点点运气。吴振宇好的，左上打进，右边九号，然后下方有十四，好点进啊，来看这个位置啊，十四叫下方的底库带口这颗是没问题的。左边呢中带是自然向下的角度啊，这都没问题。好，来看方向，向上可以。直接啊，带一些低杆直接往上走就好了。再推两库弹起，黑八也可以叫右下角。第27局，吴振宇胜，比分15-12，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你，请听您，服务您，我们是秦皇岛银行。
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3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3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园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铸就品。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28局，莫景浩开球。来看一下过线。开球失机，莫景浩开球失机2次，再有一次潘辉局。同样是5次，每累计3次的开球失机。判负一局。比赛抢17。稍等。继续击打，
右上打进。对，量一下中带的这个位置啊，如果船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另外一颗花色呢，往下走，奔着带孔方向。看效果还可以，左下方两个花球呢，后面还可以正常交位，十四的右边中带也可以交位，刚好去过渡上方四六之间的这颗九号的右上角。好，首先下方十一，好，弹起，看这个位置啊，吃底裤弹起，右边中带十四，上方九可以去过渡底带，然后左上方十二下来，黑八右下角三五没挡，正常交位。首先是右中的十四尽量较直，然后呢轻轻打进九号跟左上过渡。从画面上看感觉这个球还不是很直，有向上的角度。确实，吴镇宇在想，我顺推能不能轻轻刮一下六号，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调，用左边的花色。量中带，这个小面的交位非常的细致的一个位置，高杆左边边库啊，右边避开六号球钻缝隙过来，十秒延时，来看方向，再看黑八左下角，八号有九号花色球呢，左下白球横向左边，关键黑八第二十八局，吴镇宇胜，比分16-12，16-12，先到赛点。这颗八号球的角度，有印象的球迷应该是能够记得住啊，前面有一杆类似的右下角打包了，这杆是顶住压力打进。
比赛抢失期，吴镇宇已到赛点。这场比赛呢，也是败部的第六轮，所以说胜方可以继续在败者组去征战，输掉的球员将会被淘汰掉。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比赛在下午的13:30，是胜部的决赛，唐春晓对阵郑宇博。第29局，吴镇宇开球。看开球，没有球进啊！莫景浩上手选颜色，花色。上来首先是一杆 K 球啊 ，K 完之后呢，这个位置高架10号这边看想法，打九白球撞十，好的，左上方14。好了，在这个位置单色的左前方带口球看不到，右上方有一个6啊，4号的左上呢有接力，吴镇宇也在看这个14与带口的缝隙，10秒。哎，看2号是不是直接薄上去接力啊？好的，黑八这边一震，震开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左下角，左下角带口球有打，直接下低杆打上方一半，带右塞往上可以直接走，走到这个上方过中线，右边中带可以过渡，可以先打一颗。稍稍的有点轻，那么6号球。再过渡一杆，局面已经形成啊，主要看白球的到位率。中带。然后左上右中下来，好，来看这个位置，
黄一稍稍有点够啊，这时候加上把败不伦，而且已经到赛点了，对，小心马甲。左上再来一杆，中带这边叫黑八，关键看角度，角度合适的话，八号右下角用中带球是可以直接叫。霍景浩在昨天的比赛里边也是淘汰了加雷斯波茨，而且是在一个落后的局面上自己剩了一颗球，最后反败为胜，包括决胜盘的青苔。吴振宇马甲小心下方八号右下角，本场比赛结束，吴振宇胜，比分17-12，狮子恭喜。好，首先我们恭喜国内球员吴振宇在这场败部的第六轮的淘汰赛里边赢下来比赛。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莫景浩呢，在今年的总决赛里边表现相当出色，先后赢下来一些非常高水平的球员，希望在后面的一些比赛里边能够有机会再来参加。好，那么这个时间段的 TV 一号台的现场直播先到这里，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在13:30啊，我们稍后见。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
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不负每一分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